哇塞，爆了爆了爆了，爆了爆网了，我的乖乖，来了来了，我的小伙伴们一起来赶海了，感受一下来自咱们家粉丝抓货的乐趣。隔着屏幕，你们能不能感觉到这种收获的快乐？这是真多呀，真多吧？对，就这种还有人说假的话，那我也是没法，那咱是没法拍了这个视频，这些。我的妈呢，家里有矿也不能这样投资呀，是不？是，别着急，全世界等着一点点来。不着急，你要抓，你把它放到这个矿里面来。逮大龙虾，不可能的，我靠，哪有大龙虾？你是这一块，这有大龙虾呢，这一块那也蛮多，谁盯着那有大龙虾呀？那个没有腿的，那个没有腿皮啊。皮皮。哎，皮皮，那个、龙骨虾也皮皮虾。哇塞，那里有个螃蟹哥。哦。那个虾。欢迎维多利亚服饰。我靠！我要啊。来，这里来了，铁子们。白天也不对，对哥了，咱们白天带着粉丝赶海的哥了，带着北京那个带着一个北京的哥哥赶海的，白天带着他们赶海，让他们感受一下这种抓货的乐趣。你看这虾多不多？哇，太多了。陆哥来，虾子多不多？来上货。来了来了，抓累了，抓累了。有，哇塞，扫进来，哇塞，哎，你看看那小八爪鱼啊，迷你八爪鱼，好小。来了，小老弟，江苏连云港干鱼哈，江苏连云港干鱼，是的，是的，那里一个虾，一个螃蟹，哇哦，好幸福呀，大哥，给他个大嘴去，看来你下次还想不想来个？这么累了哥。真累的，哇塞！这边让他们给捞完了，是不是？来了来了来了！哎呦我去，这条螃蟹，这里，咱大哥用夹子夹。我车里面刚才有夹子，你们刚才都拿几个夹子夹了下。我刚才下来，我怕下面有人在活了，下来晚了，让人家给抓走。哎，还别走啊，孙老弟！这叫什么？这叫花盖蟹。这个时候花盖蟹也蛮肥的。花盖蟹也挺肥的。好了，这一期到此为止。带着粉丝赶海了一天，收获满满。